会主任秘书宋达主持，列席的有副秘书长、各副使主管以及辅导会各事业机构的负责人。辅导会明天开始举行的年度会议将由主任委员赵继玉主持，除了检讨工作成效之外，并且要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。会中将讨论提高人力效用、多方开拓就业途径、强化安置功能，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总体外交，加速发展农民生产和工程事业，并且扩大海外技术服务，主动照顾退出役官兵，加强为民服务以厚植国力，以及贯彻政府稳定物价与措施、增加生产等中心议题。会议将由辅导会所属各事业机构的首长和各有关团体的代表共474人出席讨论。